找那个鱼，那个鱼在哪里？那个鱼啊，在河，就是有湖的地方就这样。他是要打还是钓鱼？打的，打的，打的，他在河里面的。河里面？不是，他在水里面的。水里面？嗯，对啊，他在水里面的。啊？对，在水里面，水有水面这里。有啦，左边你看不到水啊！你掉去地下的时候，你看左边不是有水？哦。哪一区有的？他是讲这一区的。不过，这是鱼吗？没有，这个是石头哎、欸。好丑啊！小姐。这是鱼吗？那挖一挖。它是什么颜色的？黄色。嗯。这鲨鱼在哪？它的它在河那边水。感觉上应该不是这个。水生兽，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不是有那个笔记的吗？嗯哼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的笔记？嗯，我不知道这里叫什么鬼。喂，不要搞叫我看东西。嗯，叫我鬼在看素材。钓鱼，钓钓鱼啊，有有钓鱼啊，有看到东西的吗？啊，总之他肯定会出现的吼。还找不到他？找你的地图那边找到的吗？地图那边找到？对呀。哦，这个这个，我知道，应该是这个，这个应该是鱼。哦。你要给我看了，我知道你那个是不是鱼。应该是咯，有胡须了。哦，可以不断了。我通。啊，啥？放着放着。喂，我一个不好的预感。我一个不好的预感。放了。我吃个我什么鬼？你这样也要刮了？什么事情呢？我等他过来他就喷死我了。我讲哎呀，你不要太紧张，因为我讲哎呀放个陷阱，然后哎呀还是吃个药，然后不要给他弄死哦，然后他就你一定要安全，你才好放。嗯，然后我要喝药的时候，他就喷个火，